不要让撒这么多狗粮，让大家都不好意思了。嗯，你真蛮好闻。我去，我这个让你，那你那都没意思。不，那我不为了你的金棍，谢谢。军大衣也丢了，就我走的时候连自己的鞋都找不着，太可怕。我们那个车走的时候，后边好多人追着，你红了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追。是是，第一步的时候还没有人扒车呢嘛，因为还没看呢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。我跟赵薇两个人，我们在那个承德避暑山庄，然后拿着鸡翅的边走边啃，边走边啃，人家可以我们是那个穿那个戏服的游客这样子。太棒了，这是 surprise。 你回来了，太好。